要买啊，要排队就要买啊，好土好糟。你说什么？哎，可是真的没有看到 Chris Christie 吗？他说三十公尺。三十公尺在哪里？但是我想做什么？三十公尺在哪里？你要走三十公尺啊，可能就会看到啦。你走一步正好是一公尺哦、喔。可是左边呢？哦，我看到了 ，Fish Creek 吗？三十公尺嘛。OK OK。对啊，那你要去买吗？你要去买你？我还不买。Fish Creek 是美国的吗？啊，不是日本吗？哦，是开吗？它根本没开，是不是？有啊，它有停，它有吗？